得很熟悉，陈雷大哥的风俗有一外安慰，会唱的朋友团结，谢谢。站在车头等几年，目睭内只有别人心相对。孤单的我，梦想天边，多一粒心换一生。不是我欢喜，是不是你注定？只是我已经付出真情意，伤心的我想好离开，我应等待家己身边，不愿意一阵风吹过来，一阵风吹过去爱你。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，肯了解我的梦爱你？来到了基隆跟大家见面，我觉得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因为出了太阳。以往来基隆，常常拢是迄落雨或者是阴天，啊，今仔日出日头对我来讲，这是上好的一天。所以呢，是不是给我们癌症希望基金会所有的同仁，还有台上的乐手老师，掌声一下？对，因为他们就是太阳，对，非常的开心，今天我听那个我们莲英姐说，
这一场是第99场，对，那我参与了第28场，对，所以希望未来还有机会，我可以参与这个活动长长久久，你们都会在吧？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唱，一样也是陈雷大哥，因为我最近很想他，对，所以我就开了陈雷大哥的歌单，两首歌都很可爱，我相信你们都有听过，也会唱他最红的阿红的歌很多啦，但这两首呢，我相信已经变国歌了。带来第一首，我不要讲歌名，老师音乐一下就知道了。麻烦老师，谢谢。
的情绪是凊彩，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，若歹想遐多，咱生活哪存在？规天通食无够香，用钱无够花，食一次了无好食，搁无想袂看，使着无车加人看，大厝歹拼扫车，加想我加想加加。你们开心吗？今天开心。我今天呢，差不多一点多就到了，因为呢，我下午有先去做了那个病房探视，然后呢，很多那个大哥大姐看到我都想说这两姐像米郎，我们戴口罩的关系。那当我讲出我的名字的时候，他们异常的兴奋，我讲说，你们会早日康复的，看到你们这么有元气。但我还是很开心呢，可以见到大家。那对我来说呢，刚刚我们的王医师还有林英姐有提到，我的贵人也是我以前的老板黄义雄先生寇嫂。对，在我2010年的时候，我在高雄长庚参加了我第一次的听希望在唱歌。对，那我已经踏入了这样子这个活动已经13年了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体验跟收获。那刚刚我跟林英姐在后台也在聊天，我说其实这样子的活动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帮助，不管是你的思想思维或是你看事情的态度，其实都会有所成长。对，所以我希望每一年我都可以，不管台湾哪个地区哪个医院有需要，我都希望可以去唱给大家听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，讲到今天有个贵客是专程来看我的，这是我们台照梅小梅姐，一本本地人，伊家人人，伊讲我伫家，伊哪有可能无来？我跟你讲，不是看你们的，就是看我的。还有一个也是特别来看你的，谁呀？他刚刚我要让他上去跟你合唱，谁？跟这个人就谢姨。是马一鸣，我请进来，我请进来。来来来，让我们议长童子维先生，来来来。啊，一二三，我记得好。哎，没有啦，没有，别惊啦，谢谢你，就当做用念的就好。我们给议长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我记得好，好，一二三，我记得好。怎么这么害羞啊？没有这个勇气。他什么？我没有这个勇气。你没有这个勇气，大家给你勇气了、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老师，我们就直接来了。一二三，欢迎你们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节目很难做下去耶，这样子。一哲，这样好了，我改。那个大家齐聚真不容易。是啊。我们呢，可不可以有一把椅子来傅凯坐中间、我们来一个全体合照好不好？摄影上台，来来，有没有椅子可以？不好意思，来，这边就好。
可以给我两张椅子吗？两张椅子，要邀请谁？我要邀请小梅姐坐我。来，小梅姐，太棒了！这一张给我。来，一起一起。我们要留下2023年，今天是11月28号。这是我妈。好，来那个长征的伙伴们，还要一起哦。有没有还没要入座的？对，自己找饭吃哈。是是是，有没有那个？议长要去拍一种拍照，可以会一个姿势吧？已经可以吗？那你觉得比爱心是不是？对啊，爱心。好好好，比爱心哦，哈。比个爱心吧。好，哎，要干嘛？还有道具。还有道具。是谁的粉丝吗？是做专门做谁的？是基隆什么？刚刚那个舞，你说那个基隆那长庚天团。长庚天团的。没问题，好。我发现现在医院工作人员真不容易。真的，下次我来可不可以做一条？刚副院长不是说放松吗？好好好，来来来来，大家看，不要忘了哦，比爱心哦，哈。后面我们的比爱心哦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大家一起看前面。谢谢议长，我还没放过你哦，我们让傅凯啊、哦、再把第四首车上完，你好好准备一下。对，你的主题曲是什么？有吗？有是有吗？有是不是哪一首？家人有什么特别的歌不？家人山，家人山，阮迄个爱恁人。放手哇，兄弟兄啊，快放手，不要再玩了。好，再把时间交给傅凯。带来这一首，我今年做了很多事情，我去演了音乐剧，然后也发了单曲，那也帮了电影唱了一首歌。那这一首歌，我觉得虽然我在台湾的北部，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从南部来北部打拼的朋友，带来这一首叫做《南风》，南风，三毛大哥，谢谢。
世界和平，祝大家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。谢谢你们。谢谢富凯，富凯跟我一起，我们把这个卡片挂到这个树上。好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请富凯跟我们一起。是。可以挂上。好。我看就这个地方好。好，在星星的最上方。好。谢谢富凯。谢谢。我们要请富凯跟我们一起把这一支。癌症希望基金会在20周年的时候的一只纪念熊，它有一个名字，熊赫的克刷。哇，熊赫的克刷。对，是。所以我们想把这一只送给我们长庚的一位病友，富凯跟我一起好吗？好的。对，是长庚的工作伙伴们特别安排要把这只熊送给这位病友。先生，是不是？来，各位各位，我来讲，您坐好啊，您坐，我去后面，我去后面，好，让他们站着，好不好？你们坐着就好。你们坐着，我来后面。这个行吗？好，来。到时候我们会把照片给你，不要担心。口罩被贴起来吗？口罩已经贴好了。我们先换，可以吗？把熊放起来，把熊放起来。阿姨，阿姨，来我家，阿姨，阿姨。谢谢富凯，谢谢富凯，持续13年，一直参与听希望在唱歌的活动。对，这也是听希望在唱歌的第99场，徐富凯的第28场。对。长长久久，今年2023年听希望在唱歌的第一场，当初长庚的管理团队跟我说，你们这台湾的第一场，所以今天是从基隆长庚起跑，接下来明天台大癌症医院，接下来还要到高雄，还要到嘉义，再一次的谢谢富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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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。在第二位歌手要出场前。